为了防禽流感 H5N6 的疫情，农委会初步安排宣布，全台湾禁止禁运家禽类企业。实施的第一年，突然有三间禁运料理业者造成六七家店门后，抗议政府无相关的批托。先前的无屯业者先打合先拖，如按条件的宣布安尼的政策，可以大家如反应唔错。韩国最近系北埔行业。在流血瓜子的时期哦，许多民众团摊贩如体小讲，为无禁药好买无？政府无奈，人民无奈。专门卖禁药料理的业者，拿近两冬节抗议政府先前放的禁令，许多店铺而卖全家准批瓜子的民众讲，那些的建议正经买无，干那些贩卖批的东西来拜。清明节要拜拜怎么办？如果家里面没有鸡可以买，怎么可信任的店家？变通一下。但是民众是变专门卖鸡料理的店家怎么安好？派给专门店的头家讲，给打造去市场抢货，都积极买毛鸡，干那全都冷冻的鸡，加四限期三箱，一公斤对半年期都要百六，你都加出来的成本，干那生食东西食材苦的都难挨。比方说，我们今天去买鸡的时候，原物料已经大涨三成了，可是我们只能默默的吸收。就是因应的对策，应该先事先的做一个宣导，然后我们。下游的业者啦、厂商啦，这些怎么去应应呢？这个都应该有相关的配套。今日办过黑白铺抗议挂机的期间，尤其苗栗列产东东年外卖鸡，每周一度卖鸡的人数过无鸡好卖。东东年我卖鸡，唔准吃的就肯定就靠我有养熊。哦。嘿，我阿店就之前就先吃偏了呀，吃偏了放冷冻啊。哦。哎，放冷冻养熊。两含油啦。嘿。再过一下，其实再控制的话就量就怕我磨。很大嘛。量哦，怕卡死哦，因为禽流感的问题啊。哦。然后中部又靠我过来买啊。过来也想。有民众讲，瓜子一年一摆，天出外卖鸡来进厝，但是没有民众认为心热天冲热，那么鸡肉是万摆果子。可以拜水果啊。哦，用换水果吧。水果还是客家米水可以啊。嗯，所以说不一定。要那个荤的生理觉得对的，买水果拜拜是一个心意而已啊。买中央就买啊，你要一年一摆瓜子，但是他还没有瓜子，那一个没瓜子呢，对不对？瓜子是一定要的，一年才一次的，一年才一摆，没什么差啦。卖鸡人讲，虽然苗栗连蛮鸡寒冷，是应付瓜子时的需求量，但是今年没收，那些禁食令持续落去，可能真鸡无鸡好卖呢。希望政府积极想办法引进，莫计今日前点都无估到业者的前景。看看新闻罗安泰容易弄，苗栗突然爆头。